成龙与各国领导人，前三位都正常，唯独对他却腼腆了。成龙中国老一派的武打明星了，他真是享誉全世界，领导人都是他的朋友。图片上的是奥巴马知道成龙在，与成龙勾肩搭背，还说是成龙粉丝，两个人笑得很开心。图片上的是成龙与前印尼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合影，两个人手抓手就像好朋友，成龙笑得很开心。在全球影坛，成龙绝对是排得上号的一位。图片上的是成龙与澳洲前总理陆克文合影，陆克文很友好的轻轻地拍成龙肩膀，成龙笑嘻嘻的手拍胸口跟陆克文说话。成龙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扬发挥着自己的作用。图片上的是成龙与威廉夫妇合影，成龙没有与站在中间的凯特王妃牵手，而是把手放在了前面，表情看上去很腼腆。你觉得成龙是不是很棒？